特别可乐的一个小故事啊。从前呢，有个小螃蟹，小螃蟹跟谁比赛呢？鸭子，跟鸭子比赛。结果呢，两人呢同时到的终点，分不出谁胜谁负。那么裁判出一主意，你们两个人啊，剪刀石头布。鸭子不干了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我是鸭子，我赢不了啊？他每次出都是钳子，我每次出都是布，这怎么赢啊？这会儿打那边跑过来一个人，谁呢？哆啦 A 梦，咱们三人一块玩吧。从来都没见过小妹这么天真过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那儿长得跟老头似的，虽然说长得挺帅，但是平常做派老是这样的。这次终于见着，咱们三人一块玩吧。动物的智商不可小觑吧，相比之下人就差远了。